10:14，欢迎回到新闻的现场。现在模仿节目当道，由欧弟和莎莎领军的《魔王大道》这个月3号又创下了收视新高，有 3.3 的收视率，是同时段的收视冠军，硬是击败了综艺教母张小燕和黄子佼的素人表演节目。清秀的五官，白皙的皮肤，声音几乎和费玉清一模一样，以模仿小哥走红的素人林俊逸，现在已经是魔王大道的收视率保证王。而上周日他和女子无双团体合作演出白牡丹的这一段，更是一度让收视率飙冲到4.91亿。莎莎领军，《魔王大道》上个月27号收视率才冲破到2.83，当时电视台还特别送了一台重机给欧弟试骑庆功。而这个月3号的平均收视率又狂飙到3.3，等于两个小时的收看总人口就有28,83,000人，击败由张小燕和黄子佼领军的素人表演节目。看来这场周日的综艺节目大赛只会越打越精彩。中央新闻台北综合报道。